球在巴斯滕脚下，有机会打反击，莱昂内尔梅西拿球，梅西选择能否把握住机会，球进了，迟来的进球可以说大局已定。我想啊，我们得同情下守门员，为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，等他看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，米兰成为最终的赢家。比赛很艰难，没法预测，不过最后只有比分才是最重要的。比赛长时间陷入焦灼，直到最后时刻才最终分出胜负。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以归因于他们坚定的态度和取胜的决心，这个结果是球队用努力拼搏换来的。可能有人曾经质疑他在比赛最后阶段不应该冒险进攻，但是其实应该就是这么做。我认为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。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那么最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苗坤。
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的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比赛相信也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啊，两队你看真是这热情一浪高过一浪，我们内心也是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球员职业，哈哈，太完美了。这是个专业的足球场，有一种高大上的赶脚啊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利物浦对阵米兰，内德维德从左侧一路高歌猛进，传球 ，C 罗能起脚吗？球打进了。球门大开，这种情况不射啊，简直对不起自己啊！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不错，应该是重点盯防对象，而我坐在这儿只看到了粗心和高昂的代价。利物浦显然没有料到这种局面，他们将拿出怎样的看家本领呢？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打，控制节奏，把握机会，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。梅西。拿球，他选择攻门，关键的封堵太厉害了。这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，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阿里松，看来那是梅西，范迪克抢了回来。梅西背对球门造不成什么威胁，只能选择传球，如果能够一直让他不面对球门也没什么威胁了，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。罗伯逊出色地完成了门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贝克汉姆一记长传，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，球在巴斯滕脚下，球在基里安姆巴佩脚下。梅西，姆巴佩，贝克汉姆，这下单打独斗几乎就要大功告成，我就爱看这种，太好看了，再来一次呗。梅西拿球， C 罗，范迪克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分到右侧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到此为止吧。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姆巴佩射门，这球太酷了，打的位置非常专业，有时候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球就是个好例子，部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利物浦打入扳平一球，双方战平。众所周知，像这样的对决是很难预测的，双方都实力超群，而且互有胜负，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。好，身体把球抢了回来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梅西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。球来到了左侧，他很擅长利用身体啊，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。哨声响了，犯规。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很吃亏。球在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脚下，普约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C 罗尝试直塞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的就太对不起观众了。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内德维德巧妙的传球，维拉，姆巴佩，梅西，试图直塞。
姆巴佩，是球门球。罗伯逊，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拿球，他能击进梅西，守门员化险为夷，门将又一次把守住了城门。贝克汉姆 ，C 罗拿球 ，C 罗。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贝克汉姆，梅西，罗伯逊，维拉，球在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脚下，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，球传到他脚下。这是一个边线球，出底线了，球门球。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C 罗想要穿透防线，调整打门，他解围成功。这将是上半场最后一个动作。显然，今天的比赛观赏性十足，出现了两个进球，双方谁都没能占到便宜。好的，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。解说这样一场比赛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，涛哥。双方都没有选择保守，而是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对攻战。我认为1-1的比分虽然很公平，但是进球数啊，可能更多一点会更好。现在啊，谁都没有办法预测接下来的走向。这场比赛确实很有意思。进入中场休息，比分暂时为1-1。好的，让我们回到比赛。球出了边线，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梅西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有机会打反击，向前狂奔。C 罗，梅西，拉莫斯，贝克汉姆，贝克汉姆将球转移到了侧翼。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，就被破坏了。内德维德，罗纳尔迪尼奥，罗伯逊将球塞过去，罗纳尔迪尼奥，罗纳尔迪尼奥将球传到中路，有机会打门。表演了一记神扑 ，C 罗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是门将太神勇。贝克汉姆站在了脚膝杆处，抢得头球，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。用力将球击出，普约。
普约，直接传到前场。普约，马尔蒂尼，罗纳尔迪尼奥拿球，贝克汉姆直接长传，姆巴佩，让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漂亮的断球 ，C 罗拼抢送出一个任意球。现在无人持球，就在 C 罗脚下。C 罗有了，好的，他们再次领先了。冷静、沉着、自信，无可挑剔的进球，太聪明了，晃过了门将。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。米兰取得领先。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，一定猜得到谁是进球的功臣。没错，肯定是他。贝克汉姆发起反击，姆巴佩送出，梅西竟然打丢了，浪费了一次妙传。这记直塞球体现出了高水准，脚法、力度都几近完美。进攻很有质量，渐入佳境。聊科啊，我觉得这样的进攻啊才干净利落，要给对手施压就必须这样。是的，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啊，他们必须这样进攻。C 罗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球又出界了，戈麦斯，贝克汉姆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，破坏了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组织。梅西，球出界了，罗纳尔迪尼奥直接射门，梅西漂亮的直飞球，这脚传球很到位，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莱昂内尔·梅西拿球，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，可以放心的前。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试图直塞，准确地找到了队友，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拿球，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。他们信心十足，体能也非常的充沛，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，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。罗伯逊，基里安·姆巴佩拿球，好的，他成功打一脚。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，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太精彩了。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。
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。我想裁判是在等待他们完成两次换人，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啊！显然主教练认为这很有必要。比分再一次回到平局，加时赛已经逼近，但凭借扳平比分所产生的巨大动力，他们绝对有机会上演绝地反击的好戏。这会儿就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，好好拿住球。梅西，这脚射门距离球门啊，只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姆巴佩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难道今天就是大结局了吗？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有球员能够站出来打破僵局啊！贝克汉姆，贝克汉姆即将打门，贝克汉姆进得漂亮，迟来的进球可以说大局已定。绝对的死角，门将只能行注目礼，这才叫射门嘛，直飞死角。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毫不犹豫一记漂亮的射门。米兰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领先，这可能会是决定胜负的一粒进球，当然也只是可能。罗伯逊回传到门前，胜负已分啊！不论双方有什么不足啊，比赛本身的观赏性还是非常高的，双方都有进球，差距也只有一球。比赛长时间陷入焦灼，直到最后时刻才最终分出胜负。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今天会是一场平局，包括我在内，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，他们敢打敢拼，始终没有放弃求胜的信念，这场胜利是他们应得的。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时间，非常荣幸啊，能够跟苗坤一起来解说。哪里，感谢您的邀请。